民众拿起相机，在浪漫绝美的耶诞灯饰前拍下美美的照片。2020缤纷耶诞玩台北，今年首度整合15家百货、四大特色商圈，精彩耶诞灯饰变身打卡景点，邀民众感受欢乐浪漫的耶诞气氛。我们今年找了15家的百货公司啊，还有四大商圈啊，包括这个朝阳、后站、华阴跟东区哦，四大商圈。那我们希望说这种大商圈带小商圈哦，把它做起来。那大家也应该知道哦，刚才有介绍过，我们今年大概全台北布置了超过40个这种灯海的哦，灯海的装饰。那信义区是最集中的，大概有超过30个。那这个都是这个打卡的一个重要地点。除了以信义区为核心，串联百货街区，共同放闪台北，市府还推出官方 LINE 电子集章活动，民众只要扫描收集三枚戳章，并且消费满500元，就可以兑换限量的台北城市杯或熊赞耶诞杯。这样胖卡你知道会出没在台北市的各个商圈，你知道那你就自己上网去追踪哦，然后自己去收集章，你知道去兑换那个礼品，你知道吗？比方说，透过这个台北市的这种灯海的设计，你知道吗？让大家可以开始感受到耶诞的气氛，你知道吗？那疫情的一年哦，如果觉得心情闷哦，可以多买一些东西的，这可以促进台北市的经济发展。那我相信各大百货公司一定竭尽其所能，你知道吗？要从你荷包里面掏钱出来，那我就看看。你们就配合演出一下，好，就这样。活动期间六个周末及圣诞节当周，熊赞胖卡专车还将快闪巡回各百货商圈，超过40处灯饰打卡点与多个主题灯区，邀请民众来台北感受欢乐浪漫气氛，一起从耶诞玩到跨年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